刚才我们经过的是后勤部，楼下是一些其他部门的办公室。啊，你们这儿房间也太多了，我刚都有点看花眼了。公司大，部门多，人就多。啊，嗯，那这么多房间，哪个是老板的呀？楼上走廊尽头最后一间。哦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想我们能不能参观一下。啊，这个恐怕不太方便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那家人们，小雅今天有些累了，不然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，拜拜，宝贝们。那个，我确实也觉得今天有些累了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给我们间休息室，让我们休息一下呢？这个没问题，跟我走吧。这里，那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有什么需要再叫我。嗯，好的，那您先去忙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严总，都按照您吩咐的，他们已经进来了。盯紧他们。嗯。大家先往我这边来，但不要靠近他们。先往我这边来，但不要靠近他们。收到，明白。走。
了春月。是不是有点太顺利了？你是在嫉妒我的计划太完美了吧？小贾走之前告诉了我一串数字，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。难道还有别人？春月，春月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走走走。是这小子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出去再说。啊，老高，你来的真及时啊！你是来救我们的吧？我是想，既然可以拆除芯片，那他们肯定会有什么设备。啊，对啊。下毒的人肯定有解药嘛，怎么样，有什么收获？他们的设备箱防护太强，我没有黑进去。所以刚刚警报响的是因为你啊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这儿。是，下午班文跟我说了你们的计划，我认为人多可以分散天气的注意力。你是拿我们打掩护啊？那我们也可以商量后再行动啊。我们刚刚差一点被抓。没呀，老高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最多就是个求功心切，是不是老高？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了，那我被坑了，唠叨两句总可以吧？春雨，你怎么走了？我们讨论一下下面的计划。我们再讨论一下嘛，我是真的不想再进这个游戏了。商量什么呀？你让他惦记好了呀。你难道不生气吗？他把我们当炮灰。有点，但是我觉得吧，他也是为了大家。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任务失败了，还是因为……我就随口一问。查清楚了，这个年轻人在解锁门禁后进入了设备室，在破除机密存储箱的时候触动了警报。有设备丢失吗？没有，他在触发警报后就跑了，但是我们的系统受到了一些损害，安全起见需要彻底升级整个游戏系统。也就是说今晚十九层启动不了了。对不起，我的疏忽。那就先晾他们一晚上。是。
你难道不生气吗？他把我们当炮灰。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任务失败了，还是因为……都在吗？昨晚我竟然没进游戏，你们呢？我也没进。昨晚没进游戏，我也没进。为什么呀？不是每晚都会进游戏吗？什么情况？春月、徐文雅，你们俩呢？进没进游戏？哎呀，谁呀？一大清早的，还让不让睡觉啊？这样。我怎么？我也没进，怎么回事？春雨，春雨，春雨，我昨天晚上没……时候关系好都要一起上洗手间了。我想可能是我破坏他们设备箱的时候，也对他们系统造成了一些损害。这么说，老高虽然行动失败了，但还是有一些成果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希望这个损害是永久性的，那我们就不用再进游戏了。哎，真那样就老天保佑了。也不一定是系统坏了，只是猜测吧。如果系统坏掉了，强哥、清幽他们会不会有事啊？对了，
豆豆在现实里是谁啊？我也想知道啊。春雨呢？咋一直不说话？在洗漱呢。妈，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啊？儿子，我在这边帮你找到工作了，等你读研结束后就回来上班。妈，我就没打算离开江宁了。你说说你，自从你爸出事之后，妈好不容易可以把你带在身边，我呢尽我所能能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，你却死乞白赖的非要回到江宁去，这比江宁不知道好多少倍。妈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选择。高璇，在那个地方呢给你留下太多不好的回忆了，过去我不能够保护你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保护你的未来。妈，那些现在对我来说都没有影响了，现在唯一对我有影响的是一份很特殊的情况。你就别催我回去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和安排，放心吧。行行行，妈不催你了。哎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放心吧。嗯，拜拜。我们失败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未来科技，不过呢，你们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，微科技。微科技和这些有什么关系？那里有组装设备的核心元件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呢？你好，我是来签约微青年人才项目的，我叫高璇。请跟我来。谢谢。这边请。请大家记住，对于留守老人，心理照拂更为重要。那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，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李奶奶。来，谢谢李奶奶，谢谢李奶奶。谢谢，不用客气。不用不用。你出去之后还是帮个一个忙，你帮我去看看阿有为黑暗的奶奶，好吧？我是年总的助理，他还在开会，你稍坐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你好，高权。我是年永成。你好，年总。来来来，咱坐下聊啊。好。你看，邀请函发给你那么久，你也不回个音，我一度以为咱们之间已经失之交臂了呢。还好你今天来了，我算是如释重负啊。坐。承蒙您看得起。我女儿。啊。哎，你应该是在他们学校代课来着。是，我跟你女儿确实打过几回照面。高泉，学校庙小，你呢是微科技选中的未来人才，所以今天签完约之后你就可以过来大展拳脚。啊，谢谢年总的好意啊。不过如果是不着急的话，我想先把手头的工作完成了。随时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保障你的科研项目。年总，我听说咱们微科技今年好像研发了很多新的产品，我还挺感兴趣的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去咱们研发中心参观一下。没问题啊。
不过今天他们好像是有重要的任务，改天吧，我来安排。行，那麻烦你了。哎，客气着呢。严总，您就留步吧。没事，我送送你。走。你这样的青年才俊，我恨不得多说了几句。钱不给你，现在还当缩头乌龟，在我老太太这就是不行。别气了，姥姥。春一鸣，你快下来。姥姥。春一鸣。姥姥。什么？谁是你姥姥呀？小高，先不生气，先不想啊。姥姥，这位是微科技的年总。安爷。春一鸣是你什么人呢？我女婿呗。当初我闺女车祸死了，我女婿说她工作忙，照顾不了孩子，就把孩子搁我那儿。一开始吧还行，按月给生活费，现在可好了，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没给，连人也找不着了。阿姨，春一鸣已经离职一阵子了。不啊，不会，一定是他不想管他女儿了。阿姨，真的，他已经离职了，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离职怎么不说呀？严总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啊。人上哪儿去了？姥姥，您慢点啊，小心。姥姥，哎呀，小雨啊，你也在。小雨啊，你来了。我今天想找你爸拿生活费，结果他们死活都不让我进，说你爸都离职一阵子了。哎呦，你说你爸这个人也是，你下岗就下岗呗，那有啥呀？害得咱们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他。对，姥姥。说不定叔叔他确实有什么难处呢。他每次也没打过招呼呀。哎呀，不说他了，说他我的心里就烦。走吧，姥姥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嗯，哎，小高，走，跟我一块儿回家吃饭。啊？这又去？什么叫又去啊？你这闺女是不是傻呀你？今天多亏了小高，还不该回家吃个饭，谢谢人家。走，小高。不搭理他。好，姥姥，回家去。您慢点。哎呦，回家。怎么，还没人接啊？随便吧。哎呀，你也是啊，遇到这么个好爹，咱们不管他。吃了饭，咱们该聊天聊天，该喝茶喝茶，你甭管了，你们俩说话吧。我来。啊！哎呀，姥姥她还是这么热情。尬聊有意思吗？春雨，其实我也在想。我不想知道。我给你沏壶好茶。嗯。哎，我给你用新茶几。哎，哪儿去了？我明明记得守在这儿啊，哪儿去了？你看这奇了怪了啊！您放在这儿吧。哎呀，真是老了不中用了。哎呀。我去透透气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姥姥，我出去看看他。嗯嗯嗯，快去，快去。景色还挺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家茶具放在哪儿？
我之前不是来过一次你家吗？那次看到姥姥放在那儿。你知道的，我记性并不比你差。高璇，说真的，我现在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。你在干什么？马一样没粮食，有本事你走啊！我叫春雨，你呢？以后他帮你笑。我叫赵磊。我想过无数次和你重逢的场景，但在学校见到你的时候，却不知道该如何相认。我们在鬼楼相遇时，你没有认出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自己想起我，但是这些都不重要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会守护在你身边。您留步，不用送了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啊，我下回再来看您。那水果多少钱呢？不要钱，送您的。哦，要扫码是吧？不是，奶奶，哎呦，这我不会弄啊。哎呀，
奶奶不用了。是啊，我是不会用。这是我孙子的手机，前两天呢，天强给我带过来的。奶奶，能给我看一眼吗？可以，看吧。没错，就是那份天机的协议。这是谁的手机啊？黑二的，具体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强哥拍的吧。黑二的手机。对，强哥给了我一个地址，嘱咐我照顾好阿勇和黑二的奶奶，所以我今天就去看了他老人家一眼，然后就……没想到强哥还留了这么一手呢，干得漂亮。废话，我大哥。那我们现在有了协议，又有了玩家昏迷的视频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天机谈判了？天机的这个老板，我在网上查不到他任何的资料。另外，他这个人很神秘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呀？去啊！嗯，越拖越说不清楚了，还不赶紧呢？快点！春雨，春雨。昨天我以为你们的行动可能不会成功，但是我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找到那个设备。另外，我判断天机需要我们继续这个游戏，所以不会对你们造成什么伤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春雨，我不该利用你。我们应该一条心才对。春雨。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还去不去天机了？去，我们也去。等等我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叫林叔呢？等有了好消息，我们再通知他吧。好吧。请在这里稍作休息，甜品饮料随意自取。你说清楚了没？我们要见你们老板。你们的诉求我已经上报了，但是具体安排我说了不算。那要找个说了算的人来啊。等会儿会有人安排的。那等会儿是等多久嘛？各位稍安勿躁啊，我们公司所有的安排都是需要走流程的。又见面了，不知道各位想见我们老板具体有什么事情？等我们见到他，自然会跟他讲。啊，我们老板现在有个重要的会议，下面流程也安排得很满。其实你们可以先告诉我一些细节，这样我向上面汇报的效率也会高一些。你就说我们十分钟之内要见到他，不然我们就报警。我想知道你们报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。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开发的游戏十九层具有极高的风险，会导致玩家一直昏迷。这种情况还不能报警吗？那好，我打电话请示一下啊。喂，你好，请接总裁办。这是年总办公室，他还在开会，您稍坐一下。你认识宁永成吗？谁？微科技的总经理。我在他办公室看到过一张合影，站在他身边的人是你。你根本没在打电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让你找你们老板吗？不用找了。什么样的人会跟微科技的总经理称兄道弟啊？至少他的真实身份不只是员工。
你们猜的没错，你们要找的人其实就是我。只要绽放。